列真的校训呢，从中央穿堂哈踏下来，想起来哦还是会掉眼泪。教育是不能停的。盖好的时候，我们叔父很幽默的说：“校长，以后如果地震了，你要拿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小朋友，赶快进教室哦。”四面八方这个教室，我们都是用弦杆都连起来，怎么摇它也不会倒下去。注意通风，还注意阳光，还有坚固安全，这几方面它的面面俱到。九一重建完之后啊，就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因缘，让我找到了方向。第一届士多奖，我评审问我了：“你们学校是慈济援建的啦，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？”我从上人身上看到的就是身形的典范。上人不是说做就对了，行动学习通常只是在课程里面的一种提升教学成效的一个辅具。那我们学校在发展行动学习，希望大家借着平板的方式，让孩子了解说学习的空间不是只有课本那些，也不是只有学校这些，它还可以扩展更多。包括我们为什么做人文走廊，无声无息的就已经在这个环境熏陶学生。一次两次经过，哪怕只是望一眼，深入脑海的印象就开始在转化了。所以进教你怎么去改变那个环境，那个文化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。商人说给你硬体了，但是他希望是要软体工程，而那个软体工程就是近似于教学。所以我们在近似于教学当中，我们希望把它变成学校的一个主题课程，让每一个孩子的亮点被看见。人的专利，而是有心人的参与。既然孩子呢每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这么长，大爱台的这个新闻中午的一个播放，曾经有家长是质疑我的，但是呢，我进行两年之后呢，给孩子很深的影响是，他们觉得在孩子的品格教育上得到很大的改变。那透过呢，给他每天一点点的滋润。那长期下来，这一颗种子什么时候要发芽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每天的一点点一点点的浇灌是很重要的，所以那也变成说每天我跟孩子的一种生活的资粮跟默契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同学，老师请用，同学请用，开动。印尼有17000座岛屿，加上民众也不顾安全措施不足。日本的地震，我们不可以再破坏环境。学到就是在台湾要生活的时候要幸福快乐，不能计较也不能挑食。将来的话我可能会对社会付出，就是学校有发竹筒，然后我们可以每天存一点钱，然后去帮助他们。那打一部分钱去给你。好棒。